Hello，哎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从剧场回家，剧场下班了是吗？那个吧，晚上好。那还有直播，我觉得我不想浪费我的这个妆，因为我今天。虽然难受，但是我也化了好久呢。我觉得我还有一半是被这个狗气的，它现在学会咬人了，真的就很生气，很气。你别叫了，我现在很生气。哎呀，别叫了，上嘴套，真的是绝了！我没有想到它。从甜甜家回来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我觉得就是甜甜给他惯的，不敢打，不敢骂，弄点吃的。我真的好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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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饿。小翠现在就是整个人就是头大，哎，你们能知道就是从鼻子往上的地方特别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从这往上，从这往下就还可以。就是很累，但是从这往上是很痛，就是这里疼，然后这里疼，这里疼，这里也疼。然后一直擤鼻涕，点吃的没点吃的，我觉得你别叫了，1米8的地方，1米8的。空气嘛，你看看他，他一直在叫，我服了。这样吃药了，等会儿我把它弄出来。后面没啥吧？没啥。后面有点乱，就这样吧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别咬我。玩儿吧你。孩子先打一顿，哎，我已经不想打他，我没有劲儿打他了。反正咋变成这样了？啊，房间不一直都差不多这样吗？吃了好多药，我给你看我吃的药，999感冒灵，然后999强力枇杷霜，复方大清。叶合剂，还有啥？啊，还有啥？啊，还有那个感冒什么胶囊，然后还有宇治的什么莲花清瘟胶囊，啊，就各种药往上面吃。这么多，对，吃的挺多。我觉得我嗓子已经好多了，我前就前一会儿吧，就讲不出来话了都。哎呀，一觉醒来说不，我太希望一觉醒来，说不定就好了。我要是明天好了就好了。我明天要是不好，我就有点想去看看要不要去趟医院，但是我怕去医院，首先他肯定让我核酸，核酸要6、7个小时才能出结果，然后还妈，你烦死了！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想哭，就是我现在很难受，然后还有个东西气我，还有个狗气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真的，我，你们有人要狗吗？免费送。咱们一整个大屋呢，给甜甜送去，爱谁谁，我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他本来耳朵有耳螨，然后呢，给他买了药上药，然后昨天是那个
医生送的，给医生上的药，然后他给医生手咬了一个大口子。谢老爹，超级帅的玫瑰花巧克力奶茶，一元棒还一元棒，谢谢你一条龙。然后给医生咬了个一个大口子，我就，天，我给我们俩吓坏了。谢谢 GG 的那个元棒，然后我们俩就在想要不要带人家去打个什么狂犬疫苗针，然后人家说没事儿，真的是服了。然后呢，今天回来，谢谢贺小仙的八个大山阿 Q。然后今天我们俩也要给他上耳朵上药了，然后他连我们俩都咬，真的，就我们俩拿着衣服给他上药，也不疼，就是往耳朵里喷个什么东西也不疼。然后呢，他差点把猪汉家给咬了。真的是无语了，空调还是冷，还是很冷，就空调。真的没良心，我真的是，我又花钱，我又出力了，我养的玩意儿还咬我，你知道吗？太久没见了，他把我也忘了。而且人家宠物店的人都说了，说狗就算它再凶，它不可能咬主人，它连我俩都咬，它还想干啥？而且小不点狗，它没有轻重，它一咬就下死嘴咬，就直接就咬破了，太气了。先抓住他的嘴，哇，老有劲儿了！这玩意儿，你别看他才三四个月吧，太有劲儿了，而且比之前长大了好多，在外面自生自灭，那不行啊！很多流浪狗就是这样子产生的，我要对他负责。但是呢，他实在是欠教育，哎，我都不知道咋办，我真的服了。行，谢谢。谢谢健姐的虎虎生风，谢谢你的虎虎生风。妈妈给他找一个好的主任，什么主任？擤个鼻涕啊！你洗澡去吧。而且每天我要睡觉，然后他还非要。啊，非要叫，你知道我头要疼死了，他还叫。他之前20天之前，他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回来以后他就变了，酒店，他变了，可能是没有安全感，这还没有安全感呢，天呐，我俩对他那可是百依百顺，可太好。不知道为啥，我嗓子变得好粗。对啊，我本来嗓子就这个样子，男人都这样。是，哎，Q，哎，难受。我是抱错狗了，我也很好奇，它之前不是这个样子，它这次回来，它就是完全是变了一个狗，它之前不这样，你们也知道，对吧？这不这样，就回来以后就这样，不懂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叛逆期，主要它咬人，我觉得咬人这个东西，就是一个特别不行的一个东西。过年觉得我不要它了，这点小玩意还有这么高尚的思想呢。饿它几顿，饿它就叫啊！而且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房子也不可能是什么一室一厅啊，两室一厅，它就一个室，就一个屋子，然后隔音还不好，然后叫叫叫，就两边都能听见。人家要睡觉，它在那叫的话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肯定没办法，但是我肯定觉得很不舒服，自己打扰别人，我真的绝了。它之前不这样，它变了。狗得去，要不然送学校去，他的学费得比我学费都贵吧，还得给他上课，我那我闲的啊。而且我觉得还是我现在身体也不好，身体也不舒服，然后就会更加的烦。一定要训，我训了，我就拿我的大烟嗓在这训他，也不听啊，揍一顿老实不点。他不怕你揍他，就只要你一伸手要揍他，他就咬你。
你想想是他的嘴快，还是你的手快？你干哈？你是不是大病？你凶什么？我真的一个大无语。他嗓子里有东西吗？他一直在打喷嚏，不会是我传染他了？他现在也在咳咳的。我以为他吐痰，我也觉得他现在有点像吐痰，都不知道他干嘛。感冒了，把我家狗，是我传染他的吗？人能传染狗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对他过，我对狗不过敏，我对猫过敏。他在模仿我，真的假的？他是不是嗓子进东西了？而且你看看他是不是变丑了，咱就不说别的，我看上他是因为他好看，他现在都不好看了还咬人，你说说难不难顶，你就给自己看。没变丑，丑了，他之前不长这样的，你自己看。还是啥样啊，太傻。长得好怪，哇塞！你自己看，这么大了，你们知道他之前多大吗？之前看我直播的，就到这儿，就头到这儿这么小，现在这么大了，我了个天老妈呀！你是不是踩屎了？大无语了啊！我一抱他就不叫了，好像是哎，妈是做的绑绑硬，我去，你真的无语了，咱们就说。again， 哇！我要给他洗脚了，不长了，他肯定得长。我真无语了，咱无语了，无语了。哎，你下去吧，我又给你洗脚。啊，我要去擤个鼻涕。就是说对他一整个大无语，这猫啥猫衣服穿上，不想穿，哎，你打喷嚏干啥？我一会给他整点感冒药吧，给他喝点什么，他好像得喝什么小儿的，是不是？你叫毛线球，想我抱他，但我不能一直抱着他呀。我抱着他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呦。你别拿你的爪子踩我衣服。好了，现在在抱着，哎呀，甜甜，我也觉得他是不是想甜甜了？我现在在抱着他，甜甜不行，我觉得甜甜惯着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咬甜甜，甜甜也不敢打他，因为毕竟不是他的狗，就是我的狗，他也不敢打，怕给打坏了怎么样？但是没办法。就是这玩意儿，你它不长记性，就咬人，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东西。
这不挺乖，他现在好了，现在不叫唤了。感冒那样，你看呢？怕我讹他，我别讹他了，我送他，送给甜甜。饿他一顿，饿他十顿也记不住。我没有上过，我上了呀，没看到我吗？狗也过敏，真狗不真不过敏，不是狗过敏，我是只有对猫的唾液过敏，唾液蛋白过敏，把它摁地上，哎，它还小，我每天劝自己，它还小，它还小，它不懂事儿，哎，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时间。我现在没有那么冷，朋友们，没事儿。他现在他不咬我，他不咬我。咬人用报纸卷成筒敲，好用吗？没有人养过狗吗？还摁得住？摁不住！哇塞，那疯起来！哎，你没见过就疯狗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疯狗？疯子。就你他疯了，你得教他凶，又凶又疯，然后就小的狗就不好管，真的不好管，女子双打。然后其实吧，我挺凶的，他犯错了我肯定会，要不然就给他一巴掌，但是呢专家就每次就啊乖乖乖乖就这样，然后每次我都不好管他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而且他就今天吧，他差点把朱安家咬了，然后朱安家才动手打了他，然后打完他以后，他就去边上趴着了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这样。他觉得朱安家好欺负，就我们来给他洗完澡了，然后给他抱床上，然后他就去欺负朱安家，就咬他不咬我，他就知道朱安家好欺负，不敢打他。你看吧，那怎么不来欺负我呢？啊，我在想怎么办，然后倒 K。 那有狗，我觉得狗太小了，不好养。我就再播五分钟吧，我就走，播到55。对，不能惯着他。唉，太难定了。可是抱着他就不叫唤了，也不打喷嚏了。他啥意思呢？他是不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？有人长痘痘吗？没有。你说哪？没有痘痘。被咒语拍打。人中没有，应该是擤鼻涕擤的粉掉了啊。他在打扣，他在犯病，想引起我的注意。唉，我想养一只听话的狗，太难了。我整个人现在好沧桑，好沮丧。谢谢小菊花的大神，我喝热水，没有热水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房间没有热水，空调还不好使。我真的，我觉得我太难顶了。那好想回家，最起码家里不冷，还有热水。没有热水，对，热水器坏了。太难顶了。
我好逗，哎呦，烧水，买个热气，你杀了我吧，你杀了我。我觉得我现在咳的肺都疼，就我肺现在一喘气就有点疼。酒店开个房间洗澡，哎，好，那再说吧。没事，我可以去别的房间洗澡，别人有热水。等着挂水，我现在很想去挂水，我觉得挂水好得快，帮我去打个点滴。急诊能打点滴吗？能打点滴。我怕我一感冒，不是阿健，我一发烧，啊，哇，然后今天，哎呦，你别踩我衣服啊！今天然后雨姿和甜甜摸了摸我的脑袋，她说我应该不止37.3度，哎，她觉得我好烫，我再摸摸，头晕，对，头疼，头晕，鼻子以上很疼，哎，太晚了，自己去，吓死我了。我们这附近黑灯瞎火的，啥也没有。我们这附近像一个工厂，你知道吧？就很黑很黑，然后工厂。又体温计，又体温计。我现在知道我发烧，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嗓子疼吗？我觉得嗓子没有之前那么疼了。我也准备明天再说吧。还要抽血等结果啊？那还是算了吧。我有药，我好多药，没事，我有药。太严重到没知觉了吧？没事，我真的没有那么疼。你看我说话都能说出来。哎，你们说吃药之前是不是要吃点饭呀？不吃饭是不是不能吃药？血香高温是病毒性的还是细菌？哎，我也想知道是病毒还是细菌。病毒是不是会传染？细菌不会传染，对吧？伤胃，吃点儿再吃药。好，我一天没怎么吃饭，就是蹭了别人两口那个饼，然后没吃什么，没吃饭，喝了两口汤。我不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我已经连续一周多没怎么好好吃饭，这生病了也不想吃饭，就是你没有味觉，你吃什么都不香，你为什么要吃饭呢？知道吗？就是你只能吃出来它是咸的还是甜的，你没有它的味道，它没有味道，我闻不到它的味道，就连我刚才给它铲屎都没有味道。我觉得就是因为那天我碰了猫，然后猫给我整过敏了，然后抵抗力低了，然后出门被风吹了，吹完了以后就感冒了，然后又到上海还更冷了，然后就感冒更严重，就这样。支气管一直都是有炎症，就是都不咋地，然后过敏性鼻炎啥都有，各种毛病。我觉得，哎，就这样吧，我活着就行。趁这两天再瘦个2-3斤，挺好。哎，谢谢老爹，超级帅的玫瑰花巧克力奶茶，永远棒，还有永远棒。谢谢我们胖哥的大山，你的大山。
哎，难受难过。我再播2分钟，11点我就走了。再咳两下，我现在咳不出来，但是也能咳。就是喘气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声音。难受，难受，好难过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月中的就好，我想13号好好跳公演。露娜，我跟云姐先回来的。我会多喝点热水，一会儿去接点热水。我一会儿就走了，我一会儿就不播了，我就去。阿 Q，阿 Q，哎呀，难受啊！明天做雾化没那么严重吧？我觉得我怕明天他让我去拍个什么肺 CT 啊什么啊。我有一次感冒给我感出了肺炎，就是上次感冒的时候，肺炎也跟现在今天情况挺像的。我怕他给我抓走，给我隔离，那我就太难了。六六妹，真的难受。你吃啥呢？等一下，我关个狗。你干什么？哎，我真的是，你懂我吗？你们懂我吗？就是心力憔悴，还要管着这个破玩意儿，因为还要给它洗爪子，我还要洗脸、卸妆、洗澡，我洗不了澡，哎，没有热水。想哭，不行，人要坚强，这才算啥呀，对吧？没关系的，活着，好好活着。我走了，再见。我没有热水怎么卸妆啊？你提醒我了，西巴不，哈啊，sorry。咱们就是说，不重要。好，那我就走了。再骂，别骂我呀！我也不想感冒，我也不想生病，是不是？那我走了，拜拜。